天天好舒服，告诉你好主意。将黄瓜全后切掉去籽，然后切片，再切成丁状。红萝卜也一样，切片，然后切成条状，再切成丁状。猴头菇拔成丝状，将豆干捏烂，加上猴头菇，混合均匀。加入一小匙香菇精和适量的胡椒粉，倒入黄瓜和红萝卜，混合均匀。加入面粉、玉米粉和油，继续混合均匀。手沾一些面粉，防止沾手，再把材料捏成一团。把面团稍微压扁一些，整形一下，放入烧热的油锅，饼的底部呈现金黄色就可以翻过来，两面都呈现金黄色即可端上。动物被杀时，惶恐、惊吓、怨恨、怨情分分秒秒累积，有智慧的人要想远一点，把欲念看开一点，爱它就不要吃它。